这是一个位于 Austin 区域的一个两房两卫公寓套间，进门是客厅，面积相当不错，连接的一个小阳台。左侧这里是第一个房间，一扇窗户，有一个衣橱，门口有自己的一个卫生间。右侧这边是厨房部分，有一个大冰箱，有一个洗衣机、烘干机放也放在这边，然后微波炉、油烟机、煤气炉、烤箱和洗碗机。这边是第二个房间，格局基本上一模一样，同样两扇窗户。门后有一个卫生间，同样有一个衣橱在旁边。